话题性远超过收视率的电视剧《伟大的诱惑者》，在一日晚间举办杀青宴，主要演员于召唤、Joy、金明仔、文嘉映等人出席。尽管电视剧收视低迷，依旧不影响主演们的心情，大家都穿着轻松，带着微笑出席杀青宴。虽然收视不佳，但每位演员都辛苦啦。